告诉我他在哪里。嘉义。嫌家里日子好过是吧？非得弄这么个拖油瓶回来。哎，她是我亲生女儿，怎么就拖油瓶了？她爸出事之后，我就想带她走，那不是她奶奶死活不让吗？你别光说我，高利贷催债电话都打我这儿了，你到底欠了多少钱？不还有卡呢吗？你想什么呢你？还拿我卡了？全家就靠这点钱过日子。哎呀，你给我！你干啥？你给我！哎，别动！给我！给我！我是保险公司的，今天交通意外的伤者里有个叫李胜林的，在哪个房间？当班护士不在，要不您自己找找。李胜民先生吗？我是金泽生命保险公司的，请您节哀。从资料显示，你有两个女儿。死的这个是我亲生女儿李思然。还好，嘉义还活着。